你骗人吗？傻不拉几？敢吗？你们赶快叫他们赶快处理啊！全民剧场概念就是我们用真实人物扮演做不同角色的扮演，然后穿插在历史剧中，实时。那你站在那个尖尖上面，一排记者，全部都是真的跑府医院的资深记者，大部分都已经当主管，然后有一些已经变成议员这样的，那就邀请他们重回采访现场，来表现那个记者该是什么样子。身为台湾人，你有能力治国吗？我当时蛮抽离的，就是因为觉得太不可思议，就没有想到可以进去总统府真的拍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梦一场。因为进去的时候，就是所有的手机什么东西，他都要检查，前面就蛮多关卡的。然后再进去，然后我们进去也不能在那边乱晃，就是在一个地方待着，所以感觉蛮梦一场。Action！ 予谨以至诚，向全国人民宣誓。我们先在总统府拍嘛，那总统府拍当然那个实地的感觉，心里面就是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蛮庄严，其实我们也会有一点点压力，会有一点点紧张。老板快到，比如说你要讲什么，在讲哎最近好吗？对，简单讲最近好吗？好。哇，这一阵子比较辛苦了。谢谢总统，谢谢。Hello， 我是陈家奎，在国际小白社演的就是主任，然后今天本尊到现场传教，觉得演员跟主任哪个比较难当？主任比较好当，主任比较好当。哎，演员比较难当，真的好辛苦哦。有两个，一个是按外面的五官侍卫，还有一个是按我这边。现在是发电机没电吗？我在拍鬼片，拍鬼片啊！我们这么洒脱的剧，遇水则发。其实我们是水行侠。拍戏，拍戏，小事儿，大风大雨都见过了。戏如人生，大浪，刚刚还有大浪。什么浪？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小 case。哎，我们现在装那个花的乱七八糟。我会先在他背后抱着他。在要跟他真的要结婚之前，毕竟我们之前没有那么多的肢体接触的戏，然后我们其实在这部戏到现在为止，真正对到的戏非常少，但直接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芥蒂。你不就上车就回家了吗？你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突破，然后。老实说，我在开拍前的时候一度是蛮紧张的，可是剧组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放心，感谢，因为我们有去试那些什么安全措施啊之类的，一去试我真的马上整个心就定下来，然后在开拍的时候导演也会很注意说，不要影响到演员，不要在演员的视线里面，或是要清场等等之类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在一个很幸福的剧组里面，蛮紧张的，当然都是比较。大人的部分，而且又是开场戏，我觉得开一场第一场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要把角色的样子就要讲清楚。懂那意思吗？在生活。老板，你不能在那边哦，你很大一组哦。早安，
德哥早。早。好。早。啊。来。下。谢谢。这个你要帮我拍板一下。好。那么就。好。主任，农民装榜改到星期四。好，记得黑板上。好。哎，你帮那个树浇点水吧，它快死掉了。好。虽然这个场景我们曾经一度很熟悉啦，不过，今天的身份是演员，那我觉得整个这个拍摄过程非常专业。我的灵晶花，那软花，灵晶软花，没剧本的呀、啊欸，完全没有脚本哎、欸。他们说软演员是自己发挥吧，我、天哪、我回想一下，当时我们在那个情景底下，我们大概会喊哪些口号，然后跟群众什么互动？饰演这个陈慕宽立委的助理，然后这个带领群众。共同来进行这项游行抗议。就我觉得当演员就是这样吧。我没有加入黑帮，但是我拿过枪。像我以前在电视节目上，我也没有参加选举，我也莫名其妙当了八年的冒牌总统。好像这个戏也是一样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有一帮是那个侦包部队，哇，包的好紧好厚，然后那个背心什么都是真的，还戴头盔。我说那个如果太阳38度那种夏天哈，大概会晕倒两三个。那我觉得说剧组这样子用心想要重建当年的那个情节，然后我们是去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当然是一个是工作了，但一个是体验，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回忆而已，我们是真的好像参与到那个状态当中。这战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道具，如果是真的当年那个战车，哇，这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新闻上看的那个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